小韩，啊，以后上课了，你干嘛呢你？咋不知道着急呢？这整啥呢？不拿吃的干啥呀你？妈妈，我想带着吃去。咱上一节课就回来了，回来你再吃呗。求你了。不是你咋这么馋的呢？你咋？妈妈，我眼睛那不得劲。眼睛咋不得劲啊？就像有个石头拱着似的，是啥的？嗯，好像这眼睛这块好像长什么东西呢，就下眼皮儿啊，大家能看着吗？那以后下课妈妈领你去看看吧，是吧？妈妈能不能打针吗？不能打针，到时候看看大夫怎么说吧，好吧。 2 hours later， 下课喽。下课喽，穿衣服吧，冷。啊？为什么练舞蹈的时候有的小朋友们哭了呀？妈妈，他们是练横叉疼哭的。你也哭了？没有，我就是趴着干的，没露脸。啊，硬挺着了。嗯，肯定硬挺着了你。要这么长时间没有练，那腿早就疼了。我还以为有没有你哭呢，小涵涵啊，有你哭的话，赶紧天天回家练啊。走走，快点，咱去看眼睛去。妈妈不去可以吗？那你不跟我说疼的吗？那你万一这块眼睛你再往出鼓的话，鼓出一个包咋整啊？那我不管你啊，回家疼你不要跟我说啊。爷妈妈，你有别呀？他在眼睛这下边这儿，这块你看是不是长个要长个什么东西？嗯。啊，检查这个眼睛，我这金色药膏，我这没有金色素颜药膏。这个医生这儿没有那个药膏，说涵涵这块抹点药膏就好了。咱们去药店去买点药膏吧，走。不敢去啊。阿姨，你快点走，你干嘛不敢去？都看完了，不敢去啥？你小涵涵，你看这家药店有没有？这个就是这个药膏，买到了。嗯。涵涵又买个什么东西？泡腾片啊？嗯，泡腾片。补充维生素 C 的。对的，正好整个小便宜。占个小便宜，回家给你上药。我告诉你啊，涵涵这个眼睛这块，这眼毛有点长。哎，你睁眼睛，哎。抹点药膏，不能往眼睛那个地方。嗯，整着我眼毛子了。这眼毛太长了。好了，这块好没好点？好点了。好的，眯不眼睛？不眯。不眯啊？嗯。好的。而且呢，啊，这就是泡腾片啊。空气里头有铝元素，所以这玩意儿碰到铝元素就不行。涵涵买的这个是VC 泡腾片，这是紫葡萄味的。大家有喝过这个的吗？现在已经没了。没有，这儿呢。嗯，好喝。好喝，葡萄味啊。嗯。